囤了好几个快递，最近买了一套衣服跟一点其他的小东西，好，现在我们来拆开。我发现我今天把这个额头调得太高了，然后太尖了这一点。这个我买的一件上衣来的，它是那个绿色的上衣，这样前面打一个蝴蝶结，我还没有试穿上，然后等一下试穿给你们看一下吧。等一下试穿这一件应该是一个裤子，黑色的长裤。怎么说呢，这个手感就是那种西裤的那个手感吧，就你们看一下，这种就西裤来的那种裤子，那布料是西裤的那种，我还没穿过这种。我以前在学校穿的那种都是这种裤子是定做的，但是我看着那个模特穿的挺好看的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件，因为我不知道买什么裤子，我的裤子都是牛仔裤，然后就想换一下其他的风格。我不知道这件我穿上去会怎么样，天哪！而且我买的已经是最小码了 ，XS 的。等一下试穿上去给你们看一下吧，跟那件上衣一起。然后这一件上衣就是这样子，我这个是那个，这是我这个裤子是睡衣来的，还没有搭一件裤子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很显瘦。也挺显高的吗？感觉有点。然后这是那件裤子，我没想到穿上去还挺合身的，但是还是有点，这个要是再瘦一点就好了。那大概就是这样，挺好的，这件裤子质量，上衣也可以。把那个移开了一点，然后给你们拍。这是刚刚给你们拆的那件裤子，这是那一件上衣。我觉得这件上衣真的超级好看，这裤子也穿着特别舒服，西裤料的那一种，很凉快很凉快，然后也特别的显瘦哎。你看它的版型不会很容易皱的那一种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买它，女生真的要入手一件，这上衣真的超级好看。裤子主要夏天，我觉得很舒服，还不会变形，主要的是还显好看，好看，腿长。就是这个好像对我来说有点大，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就差不多了。我的身高的话应该是1.65米左右，然后体重应该是最近好像长肥了，有85、86斤吧，然后前段时间称的是90斤，